谁让你今天出去吃大餐不给他带了？啊？该你该给他做饭也不给他做，还不给他带好吃的，他不生气吗？我们今天吃的狗肉。对呀、啊，我们今天去吃的狗肉火锅，马头。那能带你去啊？这是主人想吃狗肉火锅的哈、啊，然后马桶就报复他。马桶，他没吃。哎呀，我要那狗肉。他吃了小黑。狗肉，狗肉，我想狗肉。你还喊他叫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。咋了，马桶？咋了？咋了？他一说吃狗肉，你都这个样子啊？你要给我跑出来呀、啊！马桶，你疯了？你觉得你会个三娘跳，你了不得了你啊？人家给我跑出来，你找小子娘滚！放了你了！那再蹲一只二哈！马桶说：“你是不是疯了你、啊？”他还生气。再炖一只二哈，那家里只有一只二哈，那就是马桶啊。炖狗肉喽！你说马桶，我跟你说，今天的狗肉啊，那是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入口即化。哎呀妈呀，那汤啊是尤其的香啊！哎，尤其那个狗头啊，别跑我的肚子，你跑我肚子干啥？你跑我肚子干啥？你跑我肚子干啥？我肚子干啥。他想让你把这个东西拿开，直接剁你的肚子。好吃好吃，太香了！哎呀，我们今天吃的是一个二哈，那个二哈就是因为在家不听话，这主人把他卖到狗肉馆了。我留了狗肉馆老板的电话，我说下次把你送过去。哎呦，我这个傻子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要吃狗肉的。马头，你先掉，你退步，你往后退，坐下。我操！不行，我扛不住你的攻势了，我操！一哥太疼了是吧？哇，这你随便踹我不怕。马头说两个踹的太累了。狗肉了，吃狗肉了。你看他就不愿意让你弄两个，弄一个都算给你面了，你还想弄两个？哎呀，他想一个都不让你弄，直接跑你的肚子。干啥？哎！马头，你个小畜！哎，你踹死我吧！你踹死我！我也说狗肉好吃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把你送狗肉馆，我跟狗肉馆联系好了。老板说了，你这个狗，我将来能吃炖一锅好肉。我跟你说真的，我老板说好了，你别给我逗死了啊！哎呦我操！加大，我就炖你！我就炖你！哎呀，妈都说你敢炖我，我要了你的命！这家伙，这一下真狠，这一下，这一下，你踹得我菊花一紧。完了，他一跳起来，直接跳出屏幕之外了，跳得太高了，大家跳得太高了，这家伙。我们最喜欢看马桶山羊跳了。你还说今天的肉嘞？你再说，老板，我把狗肉老板的狗肉馆的狗肉馆老狗老狗狗肉馆的老狗，狗肉馆的老板电话打通，把狗肉馆过去。喂，狗肉馆的吗？我们这有一只狗啊，可不听话呀，在这报复它主人了。我们准备把它送过去，再来一锅。马桶，我不吃狗肉，我骗你的，我能吃狗肉吗？对不对？我绝对不是狗肉，你放一万个心，不是狗肉，不是狗肉啊！我最多把你送狗肉馆。还守不住了，不动了。
错了，我把我自己送走了。你忍送吧，给你。我错了。给他道歉。对不起。哎呀，脾气真厉害。我错了。便宜嘞，我们今天吃的是虾尾，吃的是鱼，知道吧？傻子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大黑猪。